我们现在要做就是那个很红的兔子奶酪啦，这是我个人的版本哦。啊，好不好吃？自己抓自己要的比例啦。我是用这个汤匙啦，我就是吉利丁，我就是两勺糖的话，我就是三勺，是400克的牛奶加进去，然后就煮，大概就是煮到70-80度就好，因为它煮完温度很高，再怎么说就是还是塑胶类的嘛，但它也有耐热啦。不过我这个人比较怕死，已经有点遇冷就是会凝固的这种状态。这上面有泡泡没关系，因为我们又不是要卖。好，我们先放进去这里，放冷冻啦。各位有看到这两只吗？这就是之前做失败那个兔子上面有那个眼睛嘛，可是因为芝麻买就一次太大罐，我们就是可以去找一个怎么样，这个红豆面包，一个红豆面包就不知道可以做几只兔兔的眼睛呢。那我们在这个等待时间，我们介绍这个锅子哦。有团购吗？我们要开始开团，我们这美食节目啊，阿总，这样子 OK 吗？那我就是不是很成功？我们拿刚刚的这个芝麻，我们就粘在这个眼睛的位置，超级成功哎、欸。嗯，有点太甜了。黑森小教室结束了。还想看我们做什么？快点在底下留言。摇头晃脑，眼睛还在吗？有，还在。